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开玩笑的，哦，帮我剪掉，剪成预告，谢谢。毛不易，这太难了吧？就是连本人都不知道该怎么。啊！居然没毛病，常规吗？还可以啊。发微信。哎呦！哇，好同频啊！用四个字来形容两位的关系。四个字，四个字。哎呀，你随便说一个，我接一个。你好随便。貌和神离。毛毛，你把我陈升抢走了。哦，是吗？但是我心甘情愿让你抢走，哦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俩也很棒。因为我觉得米卡也非常好。来，就是各有各的好。他的那种特别好。嗯，特别尤其。你什么时候不要跟毛毛学？我没有，本来就那样。去年认识的吧？一年吗？嗯，差不多一年。嗯，她是一个小女孩的性格，常常会发出一些，小女孩的声音，尖叫，特别喜欢尖叫，然后特别喜欢上网，对当下网络热词的一些把控，非常的就是。信手拈来。没有，因为毛老师他平时应该也冲浪的，我感觉得到，是吧，毛老师？是的呀，是的呀，科学上网。嗯，因为之前跟一纯在舞台上合作过一次，觉得合作起来也很有默契，因为他的声音非常好听，所以就想说，哎呀，能不能看再合作？因为我自己平时就是喜欢听毛哥唱歌的，然后他写的东西我也很喜欢，所以就很期待还有第二次合作呢。你们有时候被采的时候会不会要求说拍左边的脸这样？如果老师问的话，我们会提的，但他一直要左边，我会强烈要求左边，就导致我只能拍右边。如果是三个人的话，都现在这样就很好，现在这样非常好，因为就对着我这儿，我也是左脸好看。不是，我是真的左脸比较好看。我也是，我真的是左脸。那我们三个人都这样面对那边好好。那我就面对这边访谈吧。单依纯，你跟毛不易。单依纯，你跟毛不易这怎么访问啊？这也太奇怪了吧？哦，是这个原因，所以叫。那在这个组合名字之前，没有想过其他组合名字。我们以前叫那个，对，以前叫一毛不拔。你们两个可以跟彼此有点交流吗？我觉得，他不是因为太想露左脸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他刚才露了一首歌了都，我现在才有机会。但是我跟你们讲，其实从镜头里面看，真的都很好看，因为这首歌本身的魅力太大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嗯。两位这次合作跟第一次感受有什么不一样？腻了啊？没有，对不起，毛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开玩笑的，哦，帮我剪掉。剪成预告，谢谢。这首歌其实被很多知名的歌手演唱过，比如像老狼老师、李健老师、品冠老师，还有欧阳娜娜、汪苏泷等。老狼老师唱的是《爱而不得的过来人》，那李健老师唱的是《相伴执手的知心人》。不知道二位演唱的是什么人？是。像他这样的人。可以互相评价一下彼此眼中的对方吧，好不好？单依纯呐，好好说呗，毛老师。是依纯呐，她唱歌的时候很有气质。对，其他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性格的魅力了。依纯呢，觉得毛老师？我觉得毛老师唱歌的时候非常有气质，然后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可爱的男孩。其实他们会不会在一起的？哦，我感觉他们很配的。单依纯是00后哦，对，01，但我觉得爱情跟年龄没关系。你就这么做主了是吧？我就这么做主了。不唱歌的时候呢？就是渐渐的。对，你听他说什么吗？渐渐的打开了自己。渐渐的打开了自己啊，
好有才华。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，大家有测，你们知道那个 M 那个，哎哎呀呀呀呀，就互相猜测他们俩是什么人，好不好？你是知道环姐是吗？当然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看看台本吧。这俩真的，我磕拉了我。毛毛内心真的是很澎湃的一个人啊。对，平时不怎么出声哈、啊。刚才那里几句特别像两口子在家说话的。你快把你的袜子收起来吧。纯纯在他旁边，毛毛讲话都比较开朗一点。对，所以我以前都不怎么讲话。人家就是完，就这事同意的举手了。你应该说反对的举手。什么事啊？我也没听着，我就先举手了。我是要写什么？我想问。你觉得对方是什么人格？然后再揭晓。这人格那么细，我们。就是写类型是不是、啊？对，什么类型 ？ENTJ， 我是 ENTJ。F 和 T 是有什么感性？你能懂那么细、F 是感性 ，T 是理性。I 是内向 ，S 是注意细节 ，P 是喜欢灵活感知，冥冥之中什么之类的。什么什么？你再解释一下，老师。哎呀，差不多得了，你还要真的准确的写出来。主意，有没有一点点？你觉得对方在你眼中是什么型人格？来，请亮题板。一纯给的是 ISFP， 毛毛给单一纯的是 IXXP， 某某P， 某某 P。啊，那你们两个第一个跟最后一个一样啊？因为我自己是 ISFP。哦，是吗 ？Yeah，ISFP 是探险家。对，我也是这个。我也是这个呀、啊。你俩是一个啊？对，那就是一个，我觉得比较像，我觉得他，我觉得差不多，咱俩应该。那给大家解释一下 ，I